菩提心要记住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我们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都用这个心，用真诚心，清净，不被污染，不受外头境界影响，清净，平等，没有高下，有高下，傲慢就升起来了。高是别人不如我，下是我不如别人，这个念头都没有，叫平等心。平等心是真心，高下是分别心。没有分别，平等心现前；没有染污，清净心现前。染污里头最重的情执，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都是染污，没有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般若经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我们真正能够常常用这个来关照，清净平等就显现。清净平等，自然就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转烦恼为菩提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，你没有障碍了。为什么别人能够在一切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？没有别的，他彻底明了一切法不可得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所以在一切法里根本就不起心动念。他处事待人接物，一片真诚、智慧、慈悲，自然流露出来。虽流露出来，依旧没有起心动念。高啊，是自信自然流露啊，这是诸佛如来。这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。